不是杰克拉，我少了个 E。JCKYLOVE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杰克拉夫就 JCKEY 呀、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斗鱼第一上单之争，你拉倒吧，互相混一混。零分五十五放的眼，那么一分考考你们，零分五十五放的眼，90秒这个眼会没，到多长时间眼会没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2分25，行。这 Q 有点准的啊、哦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帮一波。走了。还行，这波去没飞兵。还行，这波去没飞兵。太卡了，这完了，这缓一下啊，等好，好没好，好没好 ？Hello， 哎呦天哪，给我卡完了，刚才给我卡坏了。好了吧，好了就行啊。
打大树其实应该前期压他，你知道吧？这前面这有点卡，没压住。出完小反甲可能有点难打。假装推线啊，不太好杀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不杀，这杀了这杀不了。算了，我就直接来个提亚马特。你咋还是卡？那是你手机问题了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为什么我们俩经验一样，我会等级比他低一点呢？他带了经验符文，还是因为瞎子吃我经验了？那三个兵全丢了，好像既来之则安。他有传送啊，其实我也带个传送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上，你先扛。哎，为什么我会扛塔了呀？
二换一有点小亏呀、啊，不是那么很赚。不过我为什么会扛塔了呢？假猴打他了，假猴。我先放个假猴，把他大招给他挡一手。假猴 A 人了，好像也行吧，反正也是越塔杀的，也还可以接受吧。真应该带个传送的，其实点炎没啥用，打不死人，前面没打死就差了点，会刷吧。还追呀、啊、还追呀、啊、别追了别追了，兄弟一场、好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没，可以。哪里是不是有眼儿啊？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我估计他去的哪儿可能是有眼儿，这里还是这里，或者是这里。他们要去下路，这要有个传送就好了，要不然我就只能在上路推。
哎，这波卡特啊，为我们缓解了很大的压力，真的。本来这波呢，对面拿下路，然后呢下路推一波，卡特有可能，卡特跟小法还有塞纳有可能全会死，但是卡特活下来了，也导致这波还赚了。来个黑切，说中路菜的呢，卡特，我记得跟我双排过，好像那不彩旗吗？俺俩不玩过吗？彩旗，啊，是不是传送？没事，死一个死一个吧。这个传送死人是很正常的。拆个二塔吧，拆完我们再去打资源。这波其实我去了也没意义，没有资源可以争。可以要啊，峡谷先锋可以拿，你们都不拿我自己打了。你拿吧，你拿，我要这玩意儿没用，可以杀。他现在没有魔抗，卡特跟这小法师打得挺疼，我们先回去。这波小龙可以要，别去，别去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行就不要了，没事儿。
三条龙啊。是啊，兄弟，他应该打不死你吧？加个血，快！跳弹，可以，杀大树。Nice， 交闪可以。提亚娜活了没去中，其实我这波有点危险啊，啊不危险，他没来，他没来，我们拆塔。死亡之舞差789，800块钱。没有人来，我们就继续推了。这个游戏啊，杀人其实没用，我跟你们说，推塔才是最重要的。把他们家外塔都给他拔了。溜溜溜溜溜。差200块了，我们马上就无敌了。这卖了够不够？卖了差点钱，差一点点，不够啊！要拿大龙，不能拿，没打，没打，没打，他没打，这不能打。哎 ，nice 啊，小法师。没事，提亚娜还是得死。这大龙不是我们的了吗？拿下！来个秒表，支援一波，这波应该能打。交闪，可以。拆中吧，拆中，然后拿小龙。下路没兵线，拆中可以。小龙，要我说句，最好是别打。这波要是没了，小龙也就没了。小龙没了，龙魂就没了。龙魂没了，就得下边就远古龙。最好是别打。
这提亚纳怎么就100块钱呢？叮，先杀德莱文啊，这一波了。这把应该带传送的，这点燃其实没啥用。我对线我也杀不了人，对面团战打得不好，对面齐亚娜稍微有点急了。